开始低年级的小朋友们都会跑来跑去，走来走去，然后跟隔壁的同学玩，所以我们要从根本去解决问题。我们解决问题呢，当然是从让他们，让我们演戏给他们看，还有让发糖果给他们，还有叫他们。包括我们还会玩个小游戏。对，还有。有奖征答，只要超过两分，就有个小糖果，对他们来说很乐，很好玩。这次的计划让小朋友们学习，增进了他们的学习能力，也让我们了解问题要从根本去解决。让小朋友学习到了一些不知道的知识，不知道的字，都会教他怎么念。我们学习到了用怎么来解决，用什么方式去解决问题。